马上就来。 反正也去，舌头开着，永恩。有时候命运需要小小的推上一把。没在此等待。头顶啊！这地方不错，好多东西能让我发现。 A 往后拉 ，A 往后拉，Q A 往后拉 ，A 他吃果汁去了。A A 突然间让 Q 先荡到脸上来 ，A A Q 引燃再 A， 有时候的连招。 伤害看起来伤害不高，实际上伤害很高，反应不过来。说我输的压右边，觉得我赢的压左边。 良心，我这唠叨是没完。还有两分钟，封盘。不，信主播的压左边，不信的压右边。A 突然间荡秋千到脸上了 A Q， 没到塔。 Q A 突然间荡秋千到脸上来，有风墙无所谓。把武器的炮车吃。嗯？没空聊天，少吃饭。让我尝到。把武器炮车吃了，他反正也吃不到。 越是危险，我越想笑。看看，看到了吗？我是风暴。哦。我看到你说好玩的了。嗯，还好杀了。没杀，又不是没杀。 一点都不羞愧，这逼得帮他呀，让他烂。哦，我偷摸摸的。哎，你死太快了！我的良心总是唠叨个没完，真是该死。 敌方加纳失踪，把不了了。看龙团的，我原谅都已经谈完了，还差33。 看这个先锋团了，马上就来。我装备很好啊，一个鞋子，一个收集者。我在路上。先锋他拿了，手中吧。敌方已击败。加强了呀，阿克上还要加强了。
明天还要加强，等于阿克上加强。我帮你击败甲品先锋，太客气了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命运需要小小的推上一次，现在可以好好反省。亚索很猥琐啊，我现在不好跟他打，只能去游走。他出布甲且有风墙，这么猥琐我怎么杀呀？基本上杀不了他。有人在的，打野在的吗？打野在右边那个草，听到脚步声了，在这边。已经开始了。加强海妖，海妖增强了，不就等于增强阿克上吗？阿克上就带海妖的呀。这把稳一点，随便赢这把。好多东西能让我耍起来。可以，卡莎杀起来的这把。防御塔渡城即将脱落，感谢谭青哥送的墨镜啊，谢谢老板，刚看到。高手过招，点到为止。这波绝对不赢人，直接干。这是手游呀，怎么可能是端游啊？一闪就是这么用的，一闪就是单挑打团的时候就有机会用得上。没空聊天，一闪是关注的。Ally slain， 失误了，手滑。小心头顶啊！又死了这武器，青线刺也怪的。Ally slain， 我不会换的规则，只是微乎其微的稍加调整。吃河蟹，先把他河蟹给他吃了。这边没野怪吃。哨兵办事，事关重大。Turret lost。来了！看把他 F 四吃了。再来下路帮忙。各位败类，不然我来羞辱你们。他也死了，很极限这波，这就剩最后一滴了，主播。一闪不是一闪，哎，知道我意思就行了呀，那么何必在乎细节？格温好牛逼啊，格温！我在路上。5-3的。发起攻击。不用管他们，发育就行。前几把发育太烂了。没法做到一打九，这把绝对要做到一打九。我的良心总是唠叨个没完。敌方已击败亚龙。来拿增益。Unstoppable。头顶啊！What's up?
威胁我越想笑，哈哈，听到了吗？我来了，我在路上。功夫全在手腕上。没闪吧，兄弟？打死复活，复活拿个红，拿完红再把这 F 四吃了。再把这个线给他吃了。来拿灯。再把石头人吃了。吸血流打法。好多东西能让我耍起来。吸血流打法开启。来吧。AD 都要超神了，这把不能输啊，这把输不了。回家过去帮忙。不再抓钩的，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？哎，我该买破盾的，其实买错了，破盾会更好啊。他们很急，现在对面比较急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失误。十二分钟四件套没有，三件半。把这河蟹控了，打也不开呀，别开吧，稳一点，被抢了就炸了，炸到别火了。先把压缩杀了，再往前顶。我在路上。我在路上。集合进攻，那时难决。差点三杀，被风女吹起来了，不然差点三杀。稳扎稳打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我帮你击败，那时难决。去抓格温，包了。他走不了了，留个三技能，不要着急用三技能。一枪做掉，哎呀，炫哥，如果杀他呀，我一枪把他做掉，准备。风女吹起来了，不然他们全死了。不再抓钩的，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两千块试验套，可以，十四分钟试验套，算快的。就一件做破盾吧。那把不用椰子封印，注意危险，发起攻击。马上就来，对面盾多，我们做破盾。用这么危险，两枪一半血，不是很夸张。我还以为他。我帮你击败亚伦。有什么用啊？格温这么 C， 总要有人去把下路打，你知道吧？要你长刀，把下路线带过来，顺便回点血，饮血剑，回点血，把这塔给他拔了。怕不怕？
直接死。就是惹我的下场。说我没伤害的说话，几万发弹幕发，还是我没伤害，我秒他。蓝切就适合玩大招流啊，我这个不是大招流。武器又死了，他永远打不过哥哥。牛逼，杀疯了，好吧，直接死，150块，150块的永恩。直接起飞神装啊，神装好像可以买金身，哎，买不了金身，差100块。算了，留着吧，我要买金身的这把。我在路上。停住。勾空了，不然那个格温早就死了，他死了。哎，没勾到那个墙吗？攻击敌。收分收分，这把怎么输啊？还好开了积分预言啊，让左边的兄弟们发财。要过来送。怎么说？黑子说话。Victory.